像咱两个教授嘛，在这四年当中呢，啊，后来去到青岛，孤军奋战，跟简单在人的，哦，一天到晚就是在走马路，这里跪，大概平常心当中，那里领导人是真的对后学们，不是包括后学个人，在座的各位先生都一样，不离不弃，只要我们愿意修，愿意办。只要你走了正确的方向，我们的领导人是绝对是，哦，迈公使命相抵的，一定是情义相抵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咱的，我们领导人是替他亲的，那么就给获取很大很大的力量。啊，在青岛那边要推动大陆，真的是不太容易，因为哈，你在红旗业里，哦，迈公挺山高。通过，他红线就不行，所以在座有好多前景大的，像李斌啊，李斌嘛是老板，那里当店的师傅很帮忙，他回来进来就当花板啊，他回来那里领导也是夫人啊，每次去哈，领导也是夫人，他胃不好，那里是不太好，他或者先。希望他身体能够赶快的很健康。当然，根本是为了能够到国外国内这样去啊，走路来行的。啊，所以讲咱在这里贵，那你当根本是一必然不敢去。所以，既然在四年这里行动的这个推荐啊，就是增加提高信心，以下的方向又有这些，能增加行动时。就应是你那些才，因为一寡老师甲一寡这个师生，啊甲一寡包括三宝拢有啦，无安尼嘛是一大堆啦。啊，但是呢，咱这个书领导人是来讲，推动读经是一个手段，不是究竟。那么不是究竟，只是手段。那么我们的究竟在哪？究竟就是要借读经之名来后面写。